吉安商工所举办阿美族语认证班，带领学员们经过一个半月学习，日前举行结业式。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颁发结业证书，也鼓励大家能够多说族语。商工所也会持续来支持及办理相关研习，让更多人透过语文学习，认识爱上族群的文化之美。为了推广族语学习，吉安商工所今年陆续开办阿美族语和泰鲁格族语认证班。在阿美族语部分，日前完成了结业仪式，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鼓励大家多说族语，更期盼学员透过课程把部落的语言还有传统文化完整保留下来，共创友善族语的生活环境。吉安乡111年阿美族语认证初级、中级、高级结业咯，我们要迈向4月底的考试，希望我们这一群学员都能够有很好的这个认证成绩。当然，文化的传承、语言的延伸、沟通的要项不能够停，所以吉安乡公所致力在整个语言文化跟所有代代传承的这个多元族群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延伸。今天是阿美族语的结业认证，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带来好成绩，也能够当作是种子老师，延伸到各个社区、各个部落，让我们一起撒给他们的年代。今年乡公所也贴心设计了口袋书送给学员，便利大家随身携带查询，让学习可以不分时间地点。针对文化和语言传承，也配合了传统与实力，举办各项岁时记忆活动，也利用数位影像记录下珍贵的文史保存。在阿美族文物馆部分，也会推出多元不定时的展览、研习和活动，致力推展吉安丰富多元的原民文化。记者徐立群，吉安乡报道。